现代化设备发展愈来愈快速，嘛，让传统的木工技艺渐渐流失。不过，伫个这新竹位的老古厝门前保盐的埔仔社区，就来争取经费，起一座采用纯手工制作的准接工法亮点啊！希望透过近距离的体验，和民众重新熟悉原木工的价值。来到埔盐埔仔新竹位的四甲三合院老厝，厝门前拢是绿地，传来上界新的景观建筑，就算是一个规则亮点啊！全部拢是用茶来做结构，搭配准接机卡打造，无用一支钉啊，真正卡。来个清清的，啊清清的了啊，拄啊好有，即卖农村再生的这个农再的这款经费，啊全。这全主任甲整理开了后，这全迄个教授过来甲咱设计讲，啊，无来做这凉亭安尼啦。因为这个旧厝吼，已经两三百年了啦。啊，真侪拢翻回去，啊，即马在重新要整理安尼。啊，伊咧讲无对这个门面先做开，这个地板嘛拢这旧的地板嘛做好啊啦。啊，教授来看话咧，讲啊，无欠一个凉亭，无来做一下凉亭啦。啊，凉亭吼，伊咧做是拢，伊无爱照即马下新的做法，拢爱用钉啊，用啥物吼？伊拢去请迄个古早师傅吼，拢用插孔甲做顺路去立起，拢完全无用钉啊，无用螺丝就对啦，全部拢用古法咧。新竹位老古厝按原本西番杂草到即马，变成为整齐舒适的环境，互乡亲真娱乐，嘛来呈现出埔盐东西埔仔拢细细的因缘故事。埔仔社区哈，有分东边甲西边，上东边嘛是拢细细的啦，哦啊，上西边嘛是细细的啦，啊，阮这是拢算讲，阮的祖先甲因迄边就是。积存啊，已经差不多300年啊。伊是对着时代变迁，一挂传统工法的建筑渐渐消失。为着延续这项传统，埔仔村长施来平争取经费整修建设传来景色，将这份朴实温暖的文化建筑继续传承落去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埔盐采访报道。